已经拢无货啊，起价啊，一只拢爱300几块到后底买补充的，一只可来1000块，一只可3000。我们的鳗鱼是特 A 级的哦，上面就特 A 级的，特 A 级就是都是鳗鱼餐厅在选位的选位特 A 级的，一只可你1500块，一只可就补充嘛。本来就很难的，其实不能再拿下去了，没关系，老板不在，来1000块我交你了，五三卖1000块来，一个人拿5只哦，这5只1500都买不到了哦，来要吃五三卖的1000块来，这几天起来还没管呢，这人鳗鱼饭那一袋，这个袋就300几块，干那一袋买了300几啊呢，加5袋无卖，你2000块来10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五三卖，过来了哈。好，谢谢啊！你看来今年过来刮刮都刮了无好，你看。算了，现在都。哎，大哥，你要一份？来，这边。哦，你要刮下，你要吃。在五只的。来，好，啊，你可别讲，哎，啊，我鱼啊，真正足水，今仔鱼啊够水，我们来买买。哎，你大家刚上工厂买点啥？红鳝。对，姐，红鳝。就是我的红鳝，哦，鱼啊，很吃呀，好，来拼盘来。小师傅你好，来白大全部介绍，免500-400来300块我。来白大中块我唔知佫有中块啊，靠呀，佮大买袂讲。来白条哩，免500-400-300，这两块佫吃哩，哦，今仔大条哦。来300，佮送你一块，全部30块也买袂啊。白大中块来300块来，压力不要太大、哦，再送一片。来300块来，挑干没有没有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啊，就搭地300，马上啊！来300，各人无买就别带，中好无？但大家先知道，一下对行多讲，来300拢嘛好。对啦吼，别带中好，好好来，啊，你今仔先来。最大块。鱼卡切片都有哦，你今日片很条要需要哇？对啦，很条要需要，不一定够。他跟我们那个乌龙面，那个面卖一下吧。2800，拢我开啦。乌龙面。2800拢我开啦。得，麦克载过来，麦克载过来，哎，对了，红雷，红雷出现了，哦，来，这我他早摆你家去拌啊，小哥，他早摆你家去拌，顶面是鱿鱼，这是伊的老爸、老母、阿公、阿妈，这大家的大王鱿鱼啦，这伊的卡鱿鱼煮，对，半熟了，他已经半熟了，啊，切片，这个比塔可。比小卷还要甜还好吃，但是这个很少有，这個、以公斤计价呢，一公斤都500-600块，这一包一公斤，我卖600，你卖差不多，我卖你较少的，免500，免400，一包哦，一公斤你要吃开400来300块啊，由于它切片1000，怎么煮都很适合，你要炒，你要煮饭，哦，你要炒菜。哦，你要煮汤、煮火锅、煮海鲜粥都很适合。来300块，这样买一包来。来，留一卡切片1000，后壁无啊，我剩只尔6个。来300块，一包卖你300，我够收啊，一公斤的，一包嘛卖多少钱？来300块了。这一个冷包哩，这个真的很大包。一包送你一包，来300块6个而已啊。这几分钟？6个而已啊。来300块，来留一卡切片1000，来300了。三个。啊，那你搁等你仔。来。哈哈，哎呦，你红个，你乌掉，你红扯掉了，卖笑啊！刚刚。不要说了，先不要。啊，知道了。不玩哦。来。结婚舞吧，结婚舞，我帮你搞。结婚舞吧。玩不？300块了。加三个呀。三个来收钱。来，回去收钱。分一包300块，后日大家领一包。好，你们让楼宇跑走了，完蛋了！我一包300都收啊，哥们，你一包三一包，对啦，兄弟们。哦，这个我们昨天吼一堆人抢啊。我看这个很好吃哦。我吧，先等我一下。不是啊，我是多蒙掉工钱尔，我唔知道你几时会出来。来，小哥500块两个人给你，无小哥啊，来一个两个好，没有了。来，边个帅哥？啊，这有敢换吗？不敢哈、哦，我。大姐，我搁丢换吗？我唔知他摊到个。来，两个客人。两个。没有了。作水，再搞个小哥啊。来，恁两个人给你。我变冷了，变冷了。哎、欸，明天我也让哎，明天我也让人逃避的，没晒了吼。我这还抓好，伊逃避，看你看伊有抓棍子乱。你大家讲，
怎么可以这样把他打死？不要屌！就无礼貌啊你啊！铁啊，这边来蘑菇铁板面，就五人份的一包五包面，还有五包酱，非常方便，非常好吃。来这样，一包两包，来一包好啊都。来，妹妹两包全收了，一包一百而已，真的很好吃，很方便。来，妹妹来。来一百块来蘑菇铁板乌龙面，来几百块。哪喝你们那鲈鱼压力太大了，我的样式中间一点。你们那鲈鱼压力太大了。吐司，今麦够铁板面。压力太大了。蛋糕吐司，我觉得他不见，我觉得他不见。来几百块来一百块，来大哥一下哈。来炒个青菜。这米你给它加热，稍微用点水加热一下，啊那个酱再给它拌下去。就是蘑菇铁板面，里面较功夫诶，搁蒸饺荷包蛋，大你有买牛蛙凉鸡腿排，你搁蒸一块鸡腿排，安尼就一个套餐啦。诶，这个鸡排会好，来一百块，几百块尔。这个鸡排会好。诶哈，你啊蒸鸡排咧，蒸鸡腿排套餐铁板面。一百块存三包尔，起价啊一包百五，时间贵啊。对啊，先干个鬼啊！一包两百起价啊！哦，小姐，小姐，伊就要起价。你个，我来一包了，来，一包来去。铁板面最后一包，它不会辣，蘑菇的不会辣。最后一包了，一百块。你第一次看嘉义哦，来蒜，蒜泥，我们这边味道蒜泥。台中，这边上，鬼牌，鬼牌都可以传水牌。还好，还好。接下来。我觉得他跑在排谁来鸡腿排哦，啊这波没得鸡腿排，你跑去跑海边，啊海白虾刚才谁买的？都有两百的虾子，两百的虾子，来刚才我买的，帮忙拿一下，落快点了。最后一箱蒜泥啊，我啊 ，A 三回，你会领到，你会啊。来，啊你们各位爱啥会当先点嘛？好啊，好。我一下巴啊！等下我来吊一下巴嘞，吊一下巴，出出来啊！你看那黄豆吼，变成蛮很贵的。你黄豆来吊一下巴，会来嘉义卖吗？不会，不会去嘉义卖。哎，最后一箱的四个客人，没有了。你再不拿钱，我没有鳕鱼卖你了。来，我爸过来。我大只，但是足够。来四个，给你六百块买袂掉啊，五百了。来四个，我请你。来五片给你，来鳕鱼五百块，谁要鳕鱼？刚才我买了就走了哈。来客气，搁给几条？来五百块。要给我。这一片再带回家，一片鳕鱼不到一百了。来五百块来，最后三个人提好算你六条。我叫三个啊。哦。好啊，你一个得。来鳕鱼。只有四个，只有四个，不好意思，没有买到的要稍等我一下。你们来这里买啦，嘉义离台南很近呢。六片，这个新达港离嘉义那么近。六片。哇，春节人客，四百、三百，小姐不要，你要我等二包，一些三条要三百多啊，买给六片五百，这三片两百五要了，没有了。来，国江鸡腿来，超级好吃的，给最准家鸟。啊，真的消失了！哇，哦，消失的话，就跟那个美式大卖场同款哦。就没办法执行任务了。一支四十九块哦，它稍微有一点点辣，超级好吃的。这两三当前，我每回到龙等回啊。有。这嘴都摆住哦。哇，鸡块摆住。又出现了。这个又出现了。做何价？我们之前很喜欢的。我再来这个，再来买。西亚高细胞纯细胞两卖螺丝拉条，你包成八块哦。超级好吃的。这几天做货价来的大红，全三包两盒。三年前的时候，对了哈，来最后一包了。因为没有货了。来的大红阿伯，来前面小姐要来最后一包，好啊。十二个最后那边你买四包，还有机会啊，永远有机会啊。对了吗？只是我觉得鲈鱼今天不会出现的。对，你只好下次再挑挑战。终于没搞。要搞合照啊，不是要买物件，要合照啊。我现在坐在这里比较多哦。可以，我看在这关车黑关没弄。一样啊，一样啊，都一样啊。那边上面来吃来吃啊，八百。来娘，我不能给计算。你照片叫你翕上的三百了。没文章了咯。来，炸鱼卵来了。下巴存一些米。大白哦，当兵就没当。不要，当然是干的。
来，蔡玉兰 ，Hello， 有买过的试一试看看，这两条开三打真凯的沙巴威，不要放弃，这是两条哦，这是真正好去的，爱伊破皮了一定个管的。啊、他已经半熟了，回去还是要煎一下。来，别加开火吧，别加开气吧，别加沙发锅，再一个。那么简单。超好吃的，这桂林没买到了哈，桂林没买到，后悔。你想我喝咖啡两分哦？嗯。先买一分，因为不是两包三包。你那边的瑞，一包都三元，三百块六条啊，三包。好好，两个人诶，那。差一条啊。哦，差一条，要创哪位？我不喜欢的，我今日买买个冰波咯。来，四包八条哩，三百块来，我两个鸡脖。那蓝头鸡脖买一只，奇怪。然后真正鸡脖。三百块得。哎，对呀。来吃鱼哦。三百。三百。来三百，哎，你小姐管我好啊，常常我了我生气。来，炸鱼卵三百，都买到了哈，炸鱼卵通通有了哈。评价后期了，对针对他们的气炸锅了。鲫鱼远一点哦。鲫鱼是不是？是啊。好喝好喝。哦，看，我厉害呀，公鸡啊，看，同学。想不要风雨这样走人啊？蛤蟆老厉害啊！我这不知道吗？五，你完蛋。卖完了，我一大箱都卖完了。你要早点来啊！要今天这个时间来，这个时间来嘛，是不？今天好便宜哦，好早通过。差不多早上八点多就要来。你住刘仙湖啊？哎，龙宇在这边，我等待小小，我决定跟他道歉。来，五大包包啊，后面过万哦。哎呦，龙宇还在啦！谢谢，我身高都没你还有机会高。呀，我安尼身高你没给你的高，呀，还在。哎，你今天请人出来，我也敢讲。来，我再挑一下。苏莱恩，你住哪里？来，他标一公斤，一包标一公斤，其实我客卡去包唔了一公斤，同学，你慢慢。你说今天好便宜，好想冲过来，代表你来过了。对对对，一公斤是正价，两枚应该超过啊，老伯紧。如果订东西可以搭配吗？不是每个东西，不是每个东西都可以搭配哦。你是那边来加十包了啊？都可以搭配哦。十包的意思就是，我那边一包十个人可以买得到呢。你要吃一包，免其他五两百。对针对香，对气炸锅煮汤，我吃来七八包。上班怎么来？真的很大方，来一百块，十个客人都有。上班怎么来？上班怎么来啊？这小小呀，这七八七八，你关了你就赚七八块，哎，真正做了呀，好重。来挑一下八七八，对香对针对煮，哎，大哥你来啊。来挑一下八七八块咯。我真正要恁客看嘛，作当对不对？无，你可能你可能个咧牙少咧，来一百块，挑一下八多少了哈？那我要收起来了，大哥。哎，你拢买一包哦？恁真正唔捌买过下包哦？这一包一包外俗的，来一百块来。哎，帅哥帮我挂过哦，不要大哥。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来一百块，今日存三包俩，挑一下八。好了，收起来了。我买买一包一包，叫你他妈喝卤冰棍。来鸡肉丸子哦，来我先来。我看你上来请收台，请收台，我要变我啊。来两个人给五百块，两个客人可以赶快。来要吃我以来五百块来。来五百。来春节鸟，两个人给买叫鸟我以。来五百块来五百块我以。来五百喽。乱喷乱喷。来两个。对啊，跟你老婆同名，是哦。这个真的、哦、这么巧，还不会真的是你老婆吧？来，冰里来这波搞到共啊，都不好拿嘛，因为刮天我唔敢来用，对不对？奇怪，我长热天，伊那个变刮天啊。哇，来，要食鱼啊，传落好啊。哦，一般刚我用千元。来四个客人，买三个就好了，四个太多了。来，我爸过来，给五百块来。其余我不睡吧，这个给已经归线的，真正好吃啊！来，三个人给你，来我爸过最后一个，来给我爸春节的人客。嗯，哦，真的便利了。对啊，你是要陪地下拖起拖落，你是要甲拖好歹啊？陪地下啦，我爸过起来啦。是啊，你等你大个表人做态度啊，啊睡着，我爸过来。好啦，我话你靠租金的啦，卖大给你买，你开咩？来买人客的，我靠跑完啦！以后唔好安尼啊，今仔运用你，来要食鱼啊，来，
哎，那个蛤蟆，如果线上买东西可以帮你宅配吗？不是在线上，不是在线上。来，要吃鲜鱼的，1000块来，我今天没请，我准备要订哦。老师，这鱼要出贵呢，来1500块也要吃鱼啊，等级等级都可以下订。我等下无发1000啊，我做无用的。看什么物件？啊？人无看物件就提钱啊，姐。啊，人也无看物件就签。人都看一寡冰伫遮尔呢。来三个人去攞啊，三个桌啊，来要吃鱼啊，今年1000块哦。免烦恼啦。我要收三个客人而已。来啊。无鱼啊，无坑安尼话啦，哦，来，三个而已、哦，三个，老哥多块穿好，三个而已，来啊，我爱三只盘哦，来，哦，你叫咩？加酒加咩？快点啊，给你加一粒卤卵，啊，加一粒，加一粒，讲下钱嘛，哎呀，真收钱啊，来三个而已、哦，赶快拿钱，快哦。哎，进楼诶，一杯150人诶，本钱诶。那楼宇都贵了，要死。我一杯卖200多好尔呢。1000块俩，上买楼宇，上贵诶楼宇哦。等一下再给你，等一下我再给你那个加赖的电话哈。等一下我再给你。你晚上哦，我那一个啥 ，Jason 有破啊，不是啊，人龙啊，人龙有破，一杯有真，一杯一杯千吹猪藤龙有哈，2500，来1000块。最后一个。对啊，姐姐啊，好，安尼来，1000来包回来。嗯，无搞呀。来，金枪鱼，这边在300大尾，来1000来。三个鸟，我会当收三个。同学咩哦？来1000块。不爱问你啦，春节呢，不爱问你。要加金钱，来1000对不？这料，这个要料的。吃了啊！讲雪碧，我袂使浪费。浪费。诶，其实我了，我会了习惯。啊，凊彩啦，来啦！最后一个啊，饮酒哦。无得无啊？哦。你去创啊！你去创啊！我瞧一下。对啊，对啊，安尼得对啊。哦，安尼无啊？你看我摆啊无水吼。唔是，我刷一下红的。三只同大只。你来知影这鱼啊，安尼是绝对了钱。这大这大只的要死。因为恁开1000尔，恁不是开2500啊？这是。哎呦，这叫500吧？这三只同大。这叫500吧？落开来，你后壁落，别叫我倒，看你个手，我倒到几块？要死。红照来，头一盘一盘哦，迄个同学。最后面那只海金鱼就500了。红虾好来。来鸡肉丸子，来200块好。哎，这足贵诶，到遐摕来用我哦。来200块来，唐扬鸡跟着，林水啊你，哎来200块，鸡肉丸子到那边吃，用煎的用炒的，然后用炸的，来我一人给200块来，唐扬鸡这日本人做的哟，日本人台湾食手做的哟，来200，来我一人给，好，我打上来了，准备下，我打上来了，来的。对景帅哥啦，好加油！找你300。艾贝同学，弟，最后加艾贝来700。三贝，乖贝，200了不？美玉，你肯200啊嘛？我200嘛。来700过来，鸡肉丸子，多加700，最后的。这我不卖700，我是因为一半尔，小小零七加来700。弟弟袂，弟弟真正有听我的话啊！啊，你家己啊，家己翕相免收钱。来，最后一个100块来，100块，鸡肉丸子最后一个哦，100块，哎，冲啊！这不可没100嘞，冲啊！好来啊，哦，你要晚一点好不好？来，鱼啊，客人啊，袂。来，鱼啊，来，来，这来，哦来，来先放这边没关系，没钱的，赶紧。你拿一盘鱼啊，我小小啊，俾你得。来对看下，喂！来来红沙来，红沙1000的，我要装备啊！一只大尾，再收者，分小弟啊，分徒啊，多好啊！无啦，搁啊收200多啊，家己的啦。我下底买我啊，你帮我饲下。伊也无跟咱收，还无，我紧啊了。少年，你安怎在咧哭？
我不是啦，姜啦，迄对白姜啦，看这啥在烤，我红沙袂晓烧烤过来。来阿妈来阿妈来哦，终于有人搞点阿妈，赞赞赞赞！哎、欸，啊鸡腿排呢？阮姐啊，搁要鸡腿排呢？够无啊？来蛤蟆两百，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来，要吃蛤蟆，这样买酒呐，来一百块，下进蛤蟆无俗哈，一百块买无一盘哈，来一百块，进来要吃蛤蟆，一百块，你也要蛤蟆吗？来一百块给我们，看看我们两个好兄弟，哦，高位分心了，哎，我给两回呢，你嘞？我要让高位分心呐、啊，我大概八岁左右，他剩一个小时而已，是不是六岁？他剩一个小时而已。八岁啊，安尼我十岁啊，来一百块蛤蟆贵咩？来五个人给帮我落去。陈阿姨下海。哦，鲫鱼啊，来旗鱼来，啊这里有买鲫鱼啊，好嘞。